他有写就叫老虎龙，然后就抓着他们这样，然后晒，晒太阳，然后晒到结果你不讲出来就晒到死。富国岛监狱于1949年由法国殖民者修建，这里曾关押过40,000多名越南士兵与政府官员。他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被关没错，可是有的他会有一点时间让他们休息快乐的时间呐、啊，所以他们就可以唱歌啊，或是要怎样样这样。树间的铁皮屋里面树立着各种虐囚手法的雕像，火烤、鞭打，甚至是拿钉子钉膝盖，呈现出当时战争的各种动荡与不安。当时也有多名的越南士兵起身反抗，甚至是尝试各种方式逃狱，爬铁丝网、挖洞等等，但几万名士兵尝试逃狱，仅有少数能成功逃出。这些种种更加凸显出越南人坚毅不拔的精神，不管过了多久，都别忘记这些为国家而倒下的英雄们。